获胜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回到《月影江湖》。那今天我们来轻松一点，我们来做江哥的天赋升级任务。那会做这个任务是因为我真的是手贱，然后不小心点到了一下，然后发现我们江哥直接退队，所以被逼的一定要来做这个任务。那我们江哥目前已经拿到了嘛？那基本上拿到之后，他的天赋基本上是有三重可以那个加强的。第一重的时候是25%几率会隐匿，再来我们将做第二重，就是隐匿之后，下一次我们出手会增加50%。那第三重最强的就是隐匿之后，那个攻击力增加50%之外，他的那个受伤还能减伤25%这样子。OK， 那今天我们要去做我们的那个任务。那个二重任务的话，在我们攻略网都有。那最主要啦，基本上要那个提前准备一些那个药材。那就是枸杞5个、茯苓、蛇胆，然后人参跟灵芝，这些应该不难拿。这些应该一般，除了蛇胆，要之前一般20-30级，如果你有在刷蛇的话，应该是够用。最麻烦的是下面这个，下面这个到时候会要需要鹿茸10个，然后牛黄8个跟虎骨。虎骨的话，一开始40几级，如果你打老虎不够的话，你可能要再去打一下。牛黄的话，就是每天可以去那个杭州嘛，是哪边可以买2个，然后之后你要打牛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打牛随机掉。最麻烦是鹿茸，那个8小时采一次，总共只有那个泉州再加我们的南洋渡，有就是两只鹿一次那个 CD 时间大概8小时，所以这个比较久。那今天这个的话要再存一下这样子。OK， 那今天我们就来打我们的那个二重升级天赋这样子。那记得，如果你在他的好感度20，然后主角等级60的时候，在我们的那个公孙学友这边，如果你跟他对话的话，他上面会有一个紧急任务，一个黄色的。那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，建议不要按，因为你按下去之后，你的江哥就不见了。像我现在就不能打主线跟支线任务，就被逼的一定要先来解他，要不然我们江哥会，江一成现在在这里，他现在没有办法加入我的队伍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来解，那一样解完那个紧急任务之后，然后他给那个公孙学友会给我们药方，然后我们要去治疗我们的那个江一成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一步一步操作，一样啊，江一成，然后一样谈治病之事，然后挺好说话的，来跟他展现知识。然后就是治病之事，不快的神情，然后跟他聊天，他到底有没有在认真讲话？赶快跟他说正事。哎，到底有没有？他到底有没有在说正事啊？点头了，点头了。哎呦呦，总算同意让他那个同意治疗的事情。哎，真麻烦。然后要治疗我们的武顺王给他。OK， 哎，归队归队了。哎呀。哎呀，感动感动感动！哎呀，以为他还是会归队的，我吓我一跳，赶快把他装起来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江哥，江哥很帅，江哥真的超帅的，盲眼的瞎子。然后那个我们的归元建议也要给他，我们因为有时候他哈，如果离开，或者是他被那个寒冰关啊，对对对，寒冰关来来来，说到这个，我们今天来那个我的那个家那个是死仪来示范一下，我们那个。韧性是81嘛，好，我们今天寒冰关也没做，刚好来做一下，躺进去，因为 前面已经躺过了啦，确定已经是11了，那我们就躺进去，然后把它丢进去，然后再把它移出来，然后再加有我有两股的阴阳寒气，然后它刚刚是81嘛，我记得，然后它的那个你看这边92，所以它就加11这样子，还不错，就每天加11基本上大概就可以拿满的啦，如果你要刷要完美的话，刷到加12也是 OK， 好，赶快先存档一下。好 ，OK， 存档完了，然后弄完之后，我们就要准备那个药材嘛，枸杞5个、茯苓、蛇胆、人参跟灵芝，这5个应该不难拿。然后就炼制我们的药丸给他，然后嚼嚼给他，炼制，等我一下，他等多久啊？10分钟，哦，好久。好，我们武顺丸终于快炼成了，好，剩一秒钟 ，OK， 然后要去找我们的那个公孙堂主来，就你的属下吧，来武顺丸，然后十分可怕，要照特定的方式。那个红白绿黄棕，然后眼鼻什么蛇心，卯时红丸，然后各个时辰弄一次，红白绿蓝棕。那个攻略上有那个大概的对照表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。当日时辰弄完，摧毁那个回圈结束，要不然会被药力反制。辰时服下白丸就要消化完成，白丸那个完成会受伤。好，就这样。就是红那个卯时吃红丸，辰时吃白丸这样子，切记切记。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有了。然后 ，OK， 卯时开始哦。来来来，快，江哥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，服用江哥。先给卯时吃红丸，紧贴他的双臂，药效回圈第一周天。哇哇，为了救我们江哥，真的也是不容易耶。
他应该要有那个示意图哦，主角那个给江哥运气的那个图。虽然说两个都是男生，没什么搞头。好，妖力丸已经到他体内了，眼皮抖动。好，我完回复了，然后等那个辰时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嘛，辰巳午未。好，来等辰时吃我们的白丹，然后再等一下。好，来到辰时的时候，我们来吃我们的丹药，吃我们的白丹。然后确定一下哦，白丹不要让他吃错了。哎，辰时吃白丹 ，OK 的。好，吃白丹，走。来，再来一周天。好 ，OK， 我们吃我们白丹，它总共有三周天，所以要等比较久一点。鼻翼在晃动，哎，鼻翼的翼是这个翼吗？努力的呼吸 ，OK， 白丹敷完了，然后再来是40的那个绿丹，我们40的时候是绿丹 ，OK， 那再等一下，等到我们那个40的时候，好，40已到，我们再去吃我们的丹药，我们的五顺丹40是吃绿丸，来继续我们一周天在那个效力恢复 ，OK， 再继续等一下，好，那我们第三颗丹药也快吃完了，它总共五周天，所以。每一颗丹药会多两周天、啊、所以是135嘛，然后难怪他的那个后面会写79，所以到最后一颗丹药的时候，每跑一条周天是一分钟，所以九周天要九分钟哦，真的是很久。OK， 所以耳尖颤动，轻微耳尖 ，OK 也服用完了。那等一下再来等到我们50的时候，然后再来服用我们的黄色药丸，等于说那个第一颗药是一周天、三周天、五周天，那50的时候就是七周天，未时就九周天哦，好久这个。这个任务至少要花快一个多小时的时间。OK， 那我们再等一下好了。50已到，我们再继续吃我们的黄色药丸。50的时候是吃黄色药丸，其他好像都照顺序就可以了。哦，只是要等好久，这应该是要那个等七周天的吧？来，从第一周天开始，那个第四颗药丸应该要等七周天的，然后最后一颗是九周天这样子。好，那继续跑吧。好，漫长等待总算又过了。哦，我们七周天总算快弄完了。好，搞定，我们七周天搞完了，然后五顺药的药丸沉默，没什么表情。哎，没什么表情是有吃还是没吃啊？好啦，然后也快到喂食了，等下喂食的时候再服用我们最后一颗那个棕色药丸，然后一定要在那个前第一分钟一定要吃完，因为它的那个服用是九周天，九周天一周天好像一分钟吧，所以九周天九分钟，所以你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弄完，因为它一个时辰好像是十分钟的样子。OK， 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再等一下。好，到了喂食了，我们来吃我们最后一颗药丸。来来来，棕色药丸吃下去吧。然后，哎呦，疯狂开始颤抖，吐出一口鲜血。算一算时辰，哎，还不是吃棕色药丸。干，真假的？快快快！哎，这样不是吗？哎，看这个时间要过去才算，是不是？我靠！好，五顺丹了，然后赶快吃。好，一周天 ，OK， 好，看看等一下那个九周天来不来得及。好 ，OK， 我们九周天终于快跑完了。哎呀，是不是总算融入我们体内？哎呀，这个丹药失败也是 OK 的，赶快找那个我们这个公孙，不是他不是阁主，公孙主管，然后跟他要啊。好了，服用完了，那服用完之后要找他复命。哎、欸、哦，它还有生效哦，看它有生效时间，还有1分40秒 ，OK 啦。啊、寒冰关我们躺了嘛，然后我们来搜索一下后面这个玩意儿。我一直很好奇这个到底有没有开放。我们什么幽冥什么挖歌路，哇、啊，被他拿走了。这个可以去那个官网那个攻略看，它有一个那个书籍。好、哦，生哎、欸、没有生效，为什么没有生效？没有药效哦，对了，因为还有第二疗程呢、啊，靠药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给他吃错了。小小的纸片，看你又看哦，到底是靠不靠谱啊？我总感觉你也不太靠谱。再跑一趟药王谷，此话怎讲？然后我们等下要去药王谷那边，好，去药谷找药王，然后找药王，然后获得新的治疗方式啊。我们去找药王，药王是在泰山这里。好，来到药王啊，药没有药王谷在上面，他那个药王啊要爬绳索上去，每次住这么高干嘛？住那么高要下来很不方便哎。好，来咯，咱们跟药王一方，
我们江哥花了重金的大官的孩子，然后洗了一身好武艺武顺丸，然后还是个大姑娘，又是柳如意，然后天下饥荒，贪官赚了盆满钵满，然后这贪官膝下无子有身孕，然后山珍海味送给他过度营养啊，这假的？但是江哥没有很胖啊，哎，他那么帅，可有希望？第一，狂风骤雨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海那个出海去救他，然后那个啊三部曲，然后再给他东西。好了 ，OK 啦，走，我们去狂风暴雨的那个。他说我们要挑一个下雨天，然后要去泉州出航。那下雨天我们可以去那个去洗，去睡觉来用洗的。然后用洗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那个，来，咱们去睡觉，一直睡，然后一直洗，洗到那个下雨天为止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好，在刷了十几分钟之后，总算刷到雨天了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如果要去那个刷这些天气的话，建议还是去门派的那个房子里面，那是刷免钱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去泉州，去泉州接我们的任务，主要是去泉州的27-23出海，然后去打那个70等的海盗。走，27-23，我记得该不会是这家伙吧？哎，就决定是你了，我们去打海盗。走，我们去雨天出海。我就在打海盗啊。走，出海中，狂风暴雨，在我的说服之下，咱们还是出海了。来，我们来打那个史派罗船长。此时的江逸晨啊，返航，我要打海盗呢，你给我返航。几艘小小的木船，哦，有海盗，有海盗了，来 PK， 来了。身为我们的睾丸，长得这么奇形怪状的样子，我们三哥就比你凶了。看看我们三哥一脸凶悍的脸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卫生衣啊，不是，这是球衣啊。哇，这球衣长得也太像卫生衣了吧？来看打不打赢，应该是打赢。哎呦，有点尴尬哦，打我怎么有点痛的感觉？有没有？我们李成哥就是要学棍，长得就是帅。然后我们的三哥就是要学刀，长得一脸粗犷的。然后我们江哥就是拿剑啊，真的是帅翻了。碧落黄泉，超落傲血战武士很好用，配合我们那个功法的话，其实是很不错的。来喝奶一口，聚气减一，防御减10。好，不要怕，是我们的睾丸。送你一棍 ，OK 啦，看起来蛮简单的。然后江一成戳海盗头目，斩三连斩，致命五连击。哇，这个海盗竟然还那个跟袈裟一样露肩膀哎、欸！海盗是这种装扮吗？好，撤。好，这是谢礼 ，OK。然后咱们要去50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第二阶段，咱们50要去泡温泉赶猴子，18-2青城派，青城山，青城山从大雪山下面比较快。如果你有开大雪山的地图的话，直接往下走就青城山哦，方便，比从那个成都走方便很多。然后18-2来看一下哦，18-2啊，该不会是这家伙吧？18-2不是，哇，不要跟我说是在这上面，天哪！跳一次，跳两次，好，18-2来泡温泉。然后听说会要猴子来抓，是不是？扑通！哇，又离队了，真的小心一点。他们说要抓猴子，是不是？我的江哥怎么会不如一只猴子呢？来，赶猴子！
不准让他丢我们江哥，敢丢我们江哥，敢丢，干干丢中了，又丢中我江哥了，干又丢中了，哎、欸，所以他是不能让他在那个，不能在这个温泉中间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靠，干又吐血了，哇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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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尴尬。我怎么感觉打 boss 都没吃这些药吃这么开心？哇，又中上30%了。啊 ，OK 了，就这样。哇，这猴子怎么那么强？这猴子比 boss 还强。要一直驱赶他。来来，赶赶赶这只猴子，赶赶赶！变慢了。抓你抓！干，他丢中我了，江哥了，不要，不要丢中我的江哥。好，失去耐心了 ，OK 了。转头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哦，不容易啊，天哪！哇，你的冰块竟然会笑，废话，我为了你抓猴子哎。然后第三个是看一下哦，第三个是晴天子时的时候到我们的那个望月亭。好，子时的时候。来，子时继续睡觉。16-20，差不多这里。哦，上面这个了。哎，这个我记得要从那边走，当初学冰心诀那里。好，来来来来 ，OK。然后他说要出现寒气要止住。等一下哦，这边有。看到脖颈雪灵台，看到肩膀悬手臂，腹部悬五丈，看见腹哦。胸腹选五脏，腹部选丹田，身体下部选双腿。哇，天哪，反应要快一点了。OK， 感悟天地。天人合一。双掌贴他背部。胸腹，胸腹是哪里？胸腹是丹田。好 ，OK， 绕过了。啊，十分痛苦，真的假的？胸腹不是丹田吗？得手经脉逃别处，头部，头部是灵台。啊，有差一点。好，转向其他地方，然后肩颈是手臂。好，缠斗起来。好，然后身体下部是双腿吧，我记得。哦，这要按快哦，要不然你的蒸汽会马上用完。然后头部是灵台，好，肩颈是手臂，剩二十了，好 ，OK 了。哇，这很拼哎，这个要那个500蒸汽。因为他如果慢一点的话，他好像会耗比较多蒸汽的样子。好，药王谷，然后我们的清感明觉汤，然后饭没吃，救我的家伙，总共鹿茸要10个，然后牛黄要8个，然后虎骨要15个，然后我差2个鹿茸，等一下去收集一下。好，大概是这样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我们终于把食材给搞定了。我们的清感明觉汤就是鹿茸10个，牛黄跟虎骨。那最麻烦的应该是鹿茸了，因为一天只有2个鹿茸可以拿，然后一次8小时嘛，息息时间。那这个会比较卡时间。牛黄可以买2个，然后那个剩下就是你去宰牛，看看会不会掉。虎骨的话，就是你体力够的话，就去那个横山那边打老虎。那记得要喂肉这样子，比较亏体力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去找药王，我们去做药给我们的江哥喝，喝完应该就 OK 了。食材一次性交给你，好，拿去吧，千万不要搞丢了哦，这个超难存的。那要等5分钟 ，OK？ 那我们来等5分钟，等我们的药王来炼药。好，搞定，我们的清感明觉丹炼好了，那我们就找我们的药王。哇，这个材料真的是超亏的，赶紧给小家伙服下，良药苦口。我还不用自己喝，他会自己帮我喝。啊，碗就别还我了，拿走。OK， 那我们等待那个清感明觉汤生效，那我们就直接回我们的那个
回我们的聚魂阁，等到好了之后就跟那个我们的公孙主管报备，那我们就那个天赋就可以升级了。OK， 哇，这个任务总做了大概两三个小时有了，哇，我光刷雨天跟那个等待那个药的时间就蛮久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这边等等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弄完之后应该就 OK 了。好 ，OK 了，我们总算是等了30分钟，总算快等完了。哎，生效，然后我们来跟我们的公孙，哦，他是堂主啦，不是阁主，堂主回报一下。然后治疗结果，哎呀，真是累死了，花了4个多小时，平复很多，然后有效，没什么变化。希望江逸晨，来，我们江哥赶快好起来，谢谢。哇，江逸晨真的是说话了吗？他是瞎子，应该不是哑那个吧？欸，他不讲话是不是？果然杀手是沉默的。啊，手术摔坏了，那眼睛塞了，然后再接再厉，给有应得的奖励。顺便告诉你，他的刺杀技能大大提升啊，天赋增加了。OK 了啊，总算解完了，累死了。来看看我们的江哥，他的初始天赋二级。就是攻击的时候25%机遇隐匿，然后下一次出手的时候增加50%。OK， 那三级的时候就是会到那个有减伤25%的效果，这个真的是要撑一下。这个来说应该是蛮那个，我们李商隐的隐就是靠这一招，这一招真的是他吃饭的家伙。好啦，终于解完啦 ，OK 啦，我们江哥回来了，那到时候再去打我们的那个其他一些更强的一些主线好了。OK， 大概是这样。那今天慢慢速喜欢支持一下，我是薛老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缘再见。